My major is Applied English. 真人外事线上与高三学生互动，每一次开口说英文都是增加面试的临场感。会先给我们题目，就要去想，就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的例子。 贴切的，就是去说在那个题目上，我学到就是如何，就是在现场应变要该说什么。我会先参考别人的答案，那但当然就是不能去抄袭嘛。那我们就会加一点有关于时事的事情。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advantage for people in this age of AI? 学生上课前两两一组互相练习，为了验收成果，新北市教育局特别找来局长与多位面试官，直接用英语实际面试。 What do you expect from yourself if you have the chance to get the job? 就是在我们技职体系的学生，他们在这个念书的时候，或是现在已经选择好科系了，课程可以配合他所选的这个科系，而来让他在专业上面可以获得比较多的这个加强跟练习。面试的模拟，尤其用英文的方式来提升孩子的专业能力，尤其自信心和整个的职场的求职做一个结合。 我相信这也是全国首创。连续三年让10所技职高中用虚拟教室练习应用英文，要帮助学生提前与职场接轨。大新闻黄轩、叶怡玲台北报道。